姐妹们，就这个国货口红啊，真的就跟我手指头一样大，0.9克，竟然敢卖100多，而且还月销20000加。我搞了网上好评最多的三个颜色，今天咱们原相机来会一会它啊。为了试这个口红，我还特意搞了一个新的妆容，觉得好看请扣一。是最火的18号色好扎果，哇，它这个唇粉的遮盖力真的很好耶，有没有感觉很适合深唇？暗黑挂的浓郁枣泥红棕色，真的好拽一女的质地，也是做到那种极致哑光感。而且我的一个男性朋友竟然说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又买了一根一模一样的色号。然后是16号色美丹妈妈，哦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耶，会比上一支日常挂一点点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正点的复古红色，我人要没了呀！是我最喜欢的红色玫瑰色，说就是冷白皮的感觉，满脸写着姐很高贵，男人不配。调色巨大胆的口黑，哇，真的好黑哦。完了姐妹们，我可能是疯了，我竟然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，这怎么一回事？它不是那种像黑墨水一样特别特别特别黑的，我感觉还挺好出门的，肯定会很酷，决定待会儿出去吃饭就涂这个口黑。来说一下它的缺点，它的质地真的会比较干，但是像我每天睡觉之前，注意是每天哈，都会涂那个唇部精华，然后我第二天涂这种质地，带妆一整天嘴巴也不会起皮。如果你嘴巴状态比较差哈，那你就涂不了。我觉得它就是缺点及优点，就是质地成就了这个颜色。